草香读书会，聪明有智慧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大叔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萱蓉姐姐。欢迎电视机前面的大朋友、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草香读书会。臭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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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臭爸爸。等一下，不是，怎么一来就臭爸爸、臭爸爸、臭爸爸的念个没完？对啊，爸是几天没洗澡，这么臭啊？不是啊，阿大叔叔，他每天都有洗澡。那干嘛叫他臭爸爸？谁叫他让我们讨厌？啊，好好好，诚心，你先别生气，有话好好说哦。爸爸到底怎么啦？昨天晚上是爸爸的生日，他和我约好要回来一起吃晚饭。我和妈妈准备了晚餐和生日蛋糕，我还为他准备一份很棒的生日礼物和一张卡片。谁知道？结果你爸爸说他不会回来吃晚饭，对不对？我爸爸也一样，我今年生日的时候他说要带我去吃大餐，居然他没有来。这种事习惯就好了啦。习惯就好了。可是我爸爸还跟我打过勾勾啊，他说他无论如何一定都会回来吃晚饭。我和妈妈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，等到我都睡着了，他还是没有回来啊。好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对啊，来，晨曦，亚大叔叔问你，你爱不爱你爸爸？你觉得爸爸爱不爱你？那你想，你比较爱爸爸，还是爸爸比较爱？当然是我比较爱爸爸啦。怎么说？因为每次父亲节或者是帮他过生日的时候，我都会帮他做一个礼物和一张卡片。他回来的时候，我还会帮他捶背，帮他跑腿买东西。这样啊，那你要不要想想看，是谁每天在外面辛苦工作赚钱养家？爸爸。是谁每天载你去学校上学？爸爸。是谁开车载你出去玩？爸爸。是谁带你去吃大餐？爸爸。是谁带你来烤箱读书会？爸爸。那你要不要再想想看？所以晨曦，其实爸爸昨天一定知道你们在家里等他，要帮他过生日，可是他偏偏要加班走不开啊，而且我相信他自己心里一定很难过。虽然爸爸没有回家吃饭这件事让你很生气，可是你要不要想想看，如果爸爸没有认真工作的话，怎么给你跟妈妈一个安稳的生活呢？这也是他对你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嘛。好啦，我知道了，不要生气了，这样好了，阿拉叔叔今天给你当主厨，我们点心做完以后呢，你带一些回去给爸爸，再帮他过一次生日怎么样？好了，走了，洗手做点心去。别生气啦，赶快做点心啦。走，大家一起来做点心喽。我们要准备什么材料呢？奶油80克，糖粉35克，蛋黄1个，低筋面粉120克，泡打粉1/4小匙。蛋白15克，草莓粉5克，白巧克力50克，彩色巧克力米适量。阿大叔叔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点心啊？我们今天要做小星星饼干。哈，小星星饼干？不是你这个小星星啊，是这个小星星，感觉一颗小星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个就是晨曦的心。今天要把他的真心挖出来，做成饼干，然后为他爸爸庆生。哎呀，要把晨曦的心掏出来做饼干，好恶心哦！哎呦，阿德叔，你就别吓唬小朋友了啦，变成恐怖。对呀。好了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今天要让晨曦拿出他的真心出来，好好的做这个饼干，做好以后带回去给他爸爸庆生，好让他爸爸知道他有多爱他。阿达叔叔现在忽然好紧张哦。你紧张什么？你怕你做不好啊？哎呦，晨曦，你别担心啊！你看现场有这么多小帮手可以帮你耶，不用怕做不好了。对啊，其实不用怕，你只要用真心做饼，不管美丑好坏，爸爸一定都会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好了，来，今天你当主厨哈。其实这个饼干很简单，我们之前也有做过，类似奶油，奶油。然后呢，这个是糖粉，要筛一下，让它会有颗粒。筛一下糖粉，然后再先用刮刀割，对，拌一下，不能刮刀割给它拌一下。好，你可以拌一下吗？拍一圈奶油。好，对，把它混在一起，好多糖。用压，用压，把糖粉压进去。对，你果真有一点紧张。好了，来，
你需要大帮手一下。嗯，好了，现在这样可以了。好，来打，然后把它开到最大。好，来用两只，你可以用两只手打。可以举的弄。我们等一下，等它打到那个糖粉跟奶油融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好，差不多了。先帮它把蛋黄倒进去。继续打，继续来，这个是草莓粉哦，所以我们今天是像心一样，是，对，全部倒进去，好，来，哦，小心，哇，瞬间是草莓冰淇淋了，对，好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倒什么？面粉跟这个是汤，泡打粉，这个是面粉。哦，哇，阿尔卑斯山里面是草莓山，是饼干，雪山是用压的，好香哦，香哦，嗯，草莓味。所以今天会有很多的心吗？对啊，然后心都小小颗，小朋友的心不够大嘛。所以我们吃的都有晨曦的心，晨曦的心，真心要吃进去肚子，这样是好的，要让它完全不粘，对不对？变陀螺了。嗯。披萨要做披萨了，要擀面团的感觉。小舅，草莓披萨，对，草莓口味的披萨。有没有自己做点心？你们有没有自己用真心做过什么东西给你的爸爸？有啊，做卡片啊。啊，做卡片。我也在学校做礼物啊，送给妈妈。对，卡片。来，把那个心，我也想靠紧一点。你继续压，我帮你把压好的拿起来。哇，这一颗颗。都是晨曦的真心，晨曦还有好多心，对，还有剩下，大叔要变出更多心了，还有一点点去把自己做成心，啊，用手捏吗？独一无二的心啊，阿大叔叔，那个小的心要给他爸吃，对，好小的心哦，好小的心，好，可是真的排第四排，我们是送进烤箱，用160度，大概这个饼干不太厚，有小小的。再烤25分钟，哇，25分钟，就有小星星，许多小星星可以吃了。好，然后烤好以后呢，我们再把那个巧克力融了以后，沾一下，撒一点巧克力，就变成漂亮五彩缤纷的心。好了，我们去听故事吧。听故事是我们来想想，到底是爸比比较爱你们，还是你们比较爱爸比？好，去听故事吧。时候啊，或者是现在，你们平常睡觉前，爸爸妈妈会为你们做什么？会带我祷告。会带你祷告。睡前祷告。会跟我抱抱，然后讲睡前故事给我听。讲睡前故事给你听。还有呢？他会先亲你。亲你。好，我今天要讲一只大兔子跟一只小兔子，他们睡觉前在做一件事，做什么事呢？猜猜我有多爱你。我们来看看他们睡觉前玩什么游戏哦。好，小兔子要上床睡觉了，它紧紧抓着大兔子的耳朵，它要大兔子好好的听它说，猜猜我有多爱你。大兔子说，我大概猜不出来哦，我爱你这么多。它把手张得好开，开得不能再开。大兔子有一双更长的手，它张开来一比说，哦，可是我爱你这么多。哇，谁赢了？大兔子。小兔子想说，哦，这真的很多哎。小兔子又把手高高的举起来说，我爱你
像我举的这么高，高的不能再高。小兔子说，你觉得大兔子会怎么回应？赢他。小兔子呀，再举高。我爱你，像我举起来的这么高，高的不能再高。大兔子说。小兔子一看说，哇，这真的很高哎。小兔子好希望它的手背可以跟大兔子一样长呢。好了，那小兔子接下来怎么办？找大叔。再想一个办法。好，来，小兔子又有一个好主意，它把脚，它把脚顶在树干上倒立起来了。它说：“我爱你，从我的脚趾头到我的手这么多，哇，这样很多，对不对？”大兔子把小兔子抛起来，飞过它的头。它说。我爱你，从我的脚趾头到你的脚趾头这么多，哇，更多了。小兔子笑了起来，他说：“我爱你，像我跳得这么高，高的不能再高。”他很兴奋地跳过来，跳过去。大兔子要跳得比他高。你觉得他会赢大兔子吗？不会，说不定还摸到。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可是我爱你，像我跳得这么高，高的不能再高。”他往上一跳，耳朵都快要碰到树枝了。他跳得好高哦，小兔子想，真希望我也可以像他一样跳得这么高。现在还会被勾到。小兔子大叫说：“我爱你！”一直过了这条小路，到了远远的河那边。哦，大兔子说：“那我爱你，从这个小小的河过了河的那边，再翻过山的那一边，又更远了。”小兔子想了一想说：“哇，那真的好远哦。”他开始累了。哦，他想不出来了。他看着树丛后面那一大片的黑夜，没有任何东西比天空更远了。你猜他会说什么？他说啊，小兔子闭上眼睛，他说：“哦，我爱你，从这里一直到月亮那么远。”哦，还有星星哎。大兔子说：“哇，这么远啊！”那真的真的非常远呢。如果你是大兔子，你要怎么办？到太阳，到月亮，到太阳，再走一步，再走一步，多那一点。大兔子轻轻地把小兔子放在叶片铺成的床上，低下头来亲亲它，跟它说晚安。然后大兔子躺在小兔子的身边，小声地微笑着对它说：“我爱你呀。”从这里一直到月亮，再绕回来。绕回来，大兔子为什么要后来等到小兔子睡着了？他为什么不在小兔子清醒的时候告诉他？要不然他就不没办法睡觉，因为他不想让他知道最后的结局。哦，他不想让小兔子知道最后的结局，这样小兔子在睡着前会以为这场游戏谁赢了？他赢了。他赢了。哎，那小朋友，你们觉得自己比较爱爸爸妈妈，还是爸爸妈妈比较爱你们？都有，爸爸妈妈都有，爸爸妈妈都一样啊，都有，都有，都有，什么意思？好，来来来来，听听，为什么觉得都有？为什么都有？爸爸陪我去运动，然后妈妈会煮饭，然后那你会为爸爸妈妈做什么？帮他们做家事。哦，哎，不错哦。你们这边的人几个比较觉得是爸爸妈妈比较爱你？怎么说？因为说我小时候，我都不太喜欢分享，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不会分给爸爸妈妈。嗯，但是爸爸妈妈只要一看到是我爱的，然后他们就算再想吃，再喜欢吃，嗯，就算只有那么一点点，他们就是分我。你至少有一点进步，不错。金玉呢？我觉得都有。都有啊。因为有时候我跟爸爸在走的时候就好像在哪里的时候就突然牵手了。哦，那种感觉很幸福，是很自然的牵手。很自然，对，很自然。少奇应该都有吧。嗯，爸爸妈妈就是很爱我们，比如说就是如果我们有生病之类的，然后呢他就是虽然他自己很想睡了，但是他还是会偷偷爬起来，比如说帮我们量体温之类的。嗯，哦，真的耶。好，你们会不会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？会啊，爸爸是比较少，不好意思说。妈妈，我才不会，我每天都在讲。你每天都在讲？我每天晚上也都在讲。真的啊？嗯。可是他说的时候，我都会假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假睡？为什么要假睡？是他不敢说，因为我讲他会一直笑。真的？是怕尴尬吗？那妈妈会不会跟你说我很爱你？他只会说英文。I love you。
那你也会说英文呢？那你可以用英文说呀，对不对？ I love you too. I love you too. 好，你们每天讲，什么时候讲？无时无刻。无时无刻，哇，他们家好甜蜜哦。去他们家大概鸡皮疙瘩会一直起来，一直在讲，可对。少奇，有时候你什么时候会讲？就心情比较好的时候，心情好像会讲在骂人。那你想，你会跟爸爸讲说我爱你？会啊，会啊。因为爸爸通常就是很忙哈，他就抽到只有礼拜天才可以跟我们见面。嗯，然后呢，常常看到他，我就抱他，抱他。嗯、然后你跟他说：“爸爸，我好爱你。”这样抱来表示，他是用拥抱来表达。你们觉得说我爱你为什么重要？就表达心意，玩那个游戏一样啊，可能会让人家觉得有安全感。我的想法是这样子：如果我讲我爱你的给爸爸妈妈的话，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辛苦没有白费。那如果是他们跟我讲的话，我会比较有安全感。所以觉得大人跟小孩的感觉可能会有点不一样。对，嗯，没有白爱你，没有白疼你，没有白疼你，没有白疼你。OK， 好，所以你看他们大兔子跟小兔子玩这个游戏，但事实上，你觉得他们这个游戏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？让别人让对方知道他有多爱他。哦，他们要让对方知道他们有多爱对方，对不对？这个虽然是个游戏，但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要跟对方说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挑战，你们来跟他玩，猜猜我有多爱你。我看你们会用什么方式，然后看你会不会赢过他。好，好，好，难哦。你们谁要出来跟萱萱姐姐玩？我。好，你。少奇，我爱你，就像我眼睛这么大颗。那谁都赢不了他，那怎么办？一定要圆形的吗？好，那不然来，我爱你，就像我头发这么长一样。我爱你从我跟阿拉索的两只脚合起来。来，快，快脚合起来。我爱你从我跟林书豪的脚。你要怎么去比试到那里？比到最后，其实这样比下去其实是没完没了。嗯。但这个比的意义是什么？不是说谁赢了谁，而是这是一种你可不可以想到去跟对方表达我爱你的一种方式，你们还可以想到别的方式吗？看一部影片，看一部影片，家庭影片，就是家庭，然后把它照片用在一起，哦，把它弄成一部家庭影片，哎，好棒哦，嗯，真的，还有呢，来，在家里办 party， 办 party 什么样的 party 可以跟好嗨哦！我爱爸爸妈妈 party，就是，你好，你要怎么办呢？对，你要怎么办？让拿一些爸爸妈妈以前的回忆来那个，把爸爸妈妈的回忆搬到现实重现，对不对？嗯，来，晨曦，就是前一个晚上，先偷偷的画一张卡片，嗯，然后藏在他们的枕头底下，嗯，然后他们一拿起来，哦，怎么有一张卡片？surprise， 哦，给爸爸妈妈惊喜。金宇呢，你会想要用什么方式？惊喜吧。惊喜，什么样的惊喜？他们回家的时候就放几朵花在路上，然后让他们沿着那个花回到家。哦，一路铺的。我都是放箭头，哎。放箭头，像是糖果屋那个人丢面包。还有呢，然后是妈妈喜欢玫瑰花，然后我就可以把玫瑰花就是买，比如说买几朵，然后放在她趁她睡觉的时候放在她旁边，然后贴一张卡片在上面。那这个方式不错，妈妈可能第二天早上闻到玫瑰花香就清醒。我喜欢写纸条，那就用美好的一天开始，就用写纸条。表达爱的方式很多种，嗯，游戏是一种方式，直接说出来我爱你是一种方式。绞尽脑汁想出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还有，嗯，点心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。对呀，啊，你看我们今天做了很多什么，好多颗心啊，对，一颗心，你可以在上面写 I love you，我的心，粉丝怒火，粉丝，今天是挖他的心来做。好了，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小星星饼干，这么多心，带回去给你爸爸再过一次生日。阿达叔叔，我迫不及待要把这个小星星饼干
送给爸爸，告诉他我非常非常非常爱他。好，这一盘都让你带回去送，怎么样？但是记得一件事，爸爸不是臭的，是什么？香香，也不必那么夸张，真是。赶快吃你们的心吧。嗯，阿达叔叔，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真的太可爱了啦。虽然表面上好像是小兔子跟大兔子在玩游戏，但事实上他们却是在互相表达对对方的爱。对。阿达叔叔真的好喜欢今天这个故事哦。对啊，你知道这本书到现在为止畅销了2000万本。这么多，是，而且很适合小朋友睡前听呢。睡前听，对，刚好就一首歌。哦，什么歌？就是在讲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。哦，待会就可以听听看。好好听一听。嗯，那今天的烤箱读书会就到这里结束喽。下次阿达叔叔、宣荣姐姐还是会带来好吃的点心以及好听的故事给大家，欢迎大家再来玩喽。烤箱读书会，聪明有智慧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教我学习付出，教我要爱也。